鸡婆在家教小的做作业，因为今天是周末嘛。我们昨天约的是今天下午2点带堂妹来做节育手术，现在送堂妹过去，还带了一件小泽不能穿的衣服，是医生要求的，说是要带去一会儿什么铺盖吧，现在过去。堂妹完全不知道过去要干嘛啊，还挺高兴。堂妹，堂妹做完手术了，现在在醒麻醉，在还有点晕，站不起来有点，后面还站不起来，别动，别动堂妹，别动，不动，哎呀，别动，别动，就在笼子里面待着啊。好的，现在他已经麻醉苏醒了，能走路了，我们就把他抱回去啊，把堂妹接回去啊。医生说最好是不要走路。那我们回去还是把它关在笼子里面吧，让它躺着吧。对，跟我们讲了很多注意事项。对呀，医生说如果是公狗的话就很好做手术了，就直接把那个蛋蛋就切掉就行了，而且连绷带都不用要。但是母犬的话就复杂一点，要把腹部切开，把它的子宫跟卵巢全部拿掉，恢复起来就慢一些。刚才那个医生把那。就是开的伤口和取出的东西看了，好大的伤口啊，居然还要缝4针，好难受啊。堂妹，堂妹成了一个女太监了。接回去之后就准备把它放到笼子里面，让它不要出来跑吧，免得把伤口弄得好疼啊。我感觉我想想就觉得好疼。医生说6到8个小时之后才能吃东西，那就是今天堂妹要饿一天。从现在开始算的话，那就是今天晚上12点，再给他吃东西。到时候给他煮一个那个鸡蛋，蒸一个鸡蛋吧。然后医生说是建议吃流食，然后比较好消化的。好了，堂妹，我们回家吧。堂妹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堂妹疼不疼？现在是不是还是在麻醉状态？好了，现在已经解麻醉了。好了。他会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疼肚子？狗的忍耐力要比人强一些。放开，好，做手术的。小泽。哎。堂妹做了一个手术，肚子上开了一个口口。堂妹为啥还那么开心呢？他没有开心啊。那为啥尾巴还摇着在呢？因为回家了呀。来点水。脚咋了？你看他走路已经走不稳路，他会摔跤的，你千万不要碰他啊！我不小心，千万不要动他啊！我刚才不小心碰了，不要碰他。为啥？因为他肚子上很长一个伤口，你看，他还是晕的。摸他头行吗？也不要摸它，你就不这几天不要碰它啊。好，我们等到了晚上，给堂妹做了一点吃的，可是堂妹也没有胃口，吃不下啊，搞得我们晚餐也没有吃，所以呢陶济公饿了还是带我出来犯罪去啊。我本来不想去的，我要让他减肥，但是被他这么一说，这里有好吃的，那里有好吃的，他说他要带我去，还是忍不住出来了啊。现在是晚上11点，估计大伙儿都睡了，路上车好少啊，这样开车一点都不塞车，不堵车，好方便。不过这个桥底下红绿灯是真的多。陶济公，你这七拐八拐的，你是要把我拐到哪里去啊？就是上次我们一起吃饭的地方，忘了，不还在那儿吃了生蚝的吗？哦，那里啊，就是针灸的那里是吧？是啊。哎呀妈呀，这我这个不记录的脑子。哎，那里我喜欢。但是这里有停车场。那里小吃特别多，不过我觉得这么晚应该不用停停车场吧，路边就能停。也对哦。是吧啊？哦，是到了这里。这晚上不堵车真的好快呀，不到20分钟我们就过来了。
生蚝，生蚝，只卖生蚝。我们先把车子停好。我们到了啊，晚上不知道就把车这样停在路边有没有事情，先这样停一下吧，反正吃完饭我们就要走啊。前面就是我们上次来的地方啊，没想到现在这么晚了还这么灯火通明。只是上次来的时候人没有这么多，晚上嘛肯定人，那些什么武昌的呀或者是江夏的呀，那些大学生小姐姐们呢估计就回去了啊。因为是晚上了，接近凌晨了啊，所以现在的话都不是那么热闹，但是呢两边的啊那个空调滴的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，现在的话特别热，还是就是那种桑拿天气，一股热浪迎面而来。哇，好多卖小喵的呀，蛮多小喵。现在都快要晚上十二点了，还是这么多通火通明呢。我们吃啥呀？生蚝啊。哎，这有一只小堂妹，跟堂妹长得好像。好，来一杯吧，来一杯。石榴汁。好大呀，这是。啊，一杯一杯，对，一杯。好方便呐，石榴全是籽儿，给你榨成汁。还是红石榴呢。啊，一杯是两个石榴啊。那籽儿怎么弄下来了？哇，这个老板好帅。哦，我就下来了。这是压过的啊。这石榴应该是清洗过的。哦，还有一个小漏子。哇，好大一杯。尝一下，真的是懒人。嗯，怎么样？石榴汁，好好喝呀，比你上次买的那个好喝。你干啥？烤生蚝吗？嗯。哦，行。10块钱一个呀，走吧。嗯。好好，我们烤十个哈。好好。哎，好。一个一个，我们好甜呐、啊，好喝吧？甜甜的，涩涩的，涩应当是它那个皮出来的汁，我觉得啊。嗯。但是石榴不是，但是石榴味很正的。这有我们的十个吧？对对对对。啊。一个拿着好了，两分。一块钱一个，好小啊。好小啊。嗯。吃生蚝主要就是这个蒜蓉酱啊，其实我们会调这个酱。给他们买个十几块钱的。点了个什么汤？萝卜排骨汤。萝卜排骨汤。嗯。哦。好多。一份多少钱？18。18。还要加热一下。对，汤要喝开的。是的，汤要喝开。喝开也不舒服。加辣椒是吧？加就好了，两三个就是。啊，你这是没有放盐的，然后还要单独放盐是吧？哎，对，给它一点点，就是熬的时候肯定给一点，它要入味呀。啊，我喜欢葱花，多稍微给一点葱花。是的，那等一下给不要紧。单独加盐，要是想多拿汤就给这个时候，好吧？啊，行行行，可以。大一点，我看这有的多。尝啊！里面主要是有两坨瘦肉。都排骨。放点葱花。我到了，我带了。
那个存啥都得带、啊。不用带，就我拿着吧，这个、一样的。看不，你看你、可以吗？可以。生蚝估计好了，你去吃生蚝吧。走。就在这儿吃还是大盘啊？就在这儿吃。好、好了。生蚝也好了。左边又摆了一排。再来一份这种臭豆腐啊，5块钱，里面葱花、我饿了，我等不及了，已经吃了两个生蚝了，臭豆腐买了一份臭豆腐。嗯，好，我已经吃了两个生蚝了。我也要吃啊，我饿得饿死了。怎么只有一双筷子？臭豆腐一双，就是两双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是个，这只是一个签子而已啊。哦。算了，将就一下吧。我吃个生蚝，1块钱一个生蚝，真的好便宜啊！这个。不是吃生蚝要用那个红勺子，一戳刚好就一个。这个红勺子是吧？老板想得很周到哎。本来其实我不爱吃生蚝的，但是都是被你带出来的，被你带的开始吃生蚝了。吃一个臭豆腐。觉得生蚝、萝卜汤和臭豆腐不够，我再来寻找一点。现在去人多的地方，看看有没有章鱼烧。老板，章鱼烧多少钱一份？哎，小份10块，大份12。哦，给我来一份吧。要大份小份？我要小份的。啊。点一份章鱼小丸子。哦，这个碗里就是我的哈。哎，对，是你的。哦。10块钱一份，我看是4个。好嘞，谢谢。再来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好多小长腿小姐姐、小妹妹。你这又买了啥？章鱼小丸子。章鱼小。对。又多了一对这个竹签。这肉松吧，对，好烫好烫好烫，等会儿吃这个，等会儿吃这个，好烫好烫，来喝点这个，来，我最爱的生蚝好像都快被我干完了，你再吃了一个是吧？嗯，这个少去吃生蚝，好好啊。我要吃萝卜。哇，这萝卜好好吃啊，你尝一下。怎么样？我感觉这个萝卜还可以啊。还可以。那你用筷子吃吧，来。好的。使不上力。生蚝我包了啊。生蚝你包了。我从小爱吃萝卜。
萝卜切得好大块呀、啊。排骨。你放葱炒上面。是一块肉啊。这里刚好有一块啊，不对，我这是骨头啊。其实排骨藕汤我并不是怎么爱吃，我就是喜欢吃萝卜汤，我觉得萝卜汤比排骨藕汤要好吃，虽然武汉的话排骨藕汤比较出名一点，其实我还是喜欢吃萝卜啊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嗯。你说他这么晚了，怎么还那么多的美女，一群一群的走来走去？这美食多啊，美食多的地方肯定美女就多。好热啊，是吧？是好热。你还穿那么少，我还穿牛仔裤。啊，生蚝都被你干完了。你看生蚝都不吃完，来，刚刚你找完了。哎，汤哥，嗯，别喝那么多汤啊，喝了这晚上起来上厕所。这个汤好好喝啊，你再喝两口吧。我再给你买一碗吧。嗯、我们吃的差不多了，汤公在喝汤，喝得满头大汗了，他还停不下来。你都不给我尝一口吗？我刚才不是。你说这话，是的，我都没喝，我都没尝过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尝，你尝。我就吃了个萝卜，吃了一块肉。哇，这个石榴汁真的太好吃了，甜中带涩，因为它有皮里面那个汁液嘛，所以它有涩，它是涩的。这个汤绝了，好热好热啊，哎，真的是吃的人满头大汗的，嗯，好热、啊、吃饱了没？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回去吧。